来关心的是这疫情相关的消息。新北的永和某一个理工在最近两礼拜出现三例确诊的病例，但佫互相无牵连。新北市政府是安排这机动体检队来进入永和。今天一波开始伫仁爱活动中心，小说三工提供快筛加 PCR 检验。工作人员赶工，布棚一个一个采检，正在机动体检队的工作站，准备被扩大采检的作业。新北市永和区某一个里，伫最近两礼拜增加三例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。虽然三个个案之间并无关系，但过为了安全，附近的大学拢收到采检的通知单。就昨天回来的时候收到大学通知啊，然后昨天晚上已经去快筛了，因为我是做外送的啊。那我也跑过很多社区，也看到很多社区发生。啊，今天只是轮到我们，那就去快筛就好了。这个是没有关联的，因为他那个确诊的足迹哈，有来到我们那个大楼里面访问那个这个里面的住户啦，公文说我们这里有确诊的足迹啦，他说我们要那个大楼要消毒啦，里面我们也要消毒这样子。提起里面爱就近去采检，希望阻断可能的温馨传播链，以免个案变作社区感染。新北市卫生局除了针对接触者扩大扩列采检，也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清洁消毒。八月初十到八月十二连续三天，机动体检队也伫咧永和的仁爱活动中心提供快筛加 PCR 检测。感染源还没厘清之前，能够快速的扩大筛检，能够找到隐藏的隐形传播链，有效的阻止。新北市伫咧找到新增加的就医确诊，就住伫咧永和，感染源也过来查。严国后又已强调，另外港里有两个确诊个案，台湾拢正清楚。伊希望虽然只是少数的个案，严国一定要更加积极，甲温馨的传播链找出来。民众若是有疑虑，拢会通去体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